台湾星光大道，这个立委，国民党的立委哦，跟这个国台办主任王毅的这个谈话，透露什么讯息？会，这当然是丢脸丢到国外去了啦。我认为那个是国外了哈。你问王毅，你问温家宝，问胡锦涛，我也就算了。你问王毅，王毅懂什么？对啊，他能打什么啦？所以费鸿泰跟林德福那那种，对台最高官员呢？对，我不同意。王毅不是一般，王毅不是一般。王毅是什么东西？你问胡锦涛，胡锦涛也不能告诉你王毅什么东西。当然是非常在掰嘛，在凹什么关系？在凹嘛，在扯嘛，什么关系？不同意我很感谢的。飞碟午餐跟飞碟晚餐吵架。